打折。好，言归正传，好，要什么要聊的吗？是想聊蜗牛，还是想聊？如果哇，谁送的大钻戒是给蜗牛没有手？我还可以。算了，如果我今天聊了欢乐颂，蜗牛组的人可能跟我，哎呀，都是一家人，怕什么的？哇，送俩，我们俩一人一个，这个是不是好大一点的感觉？这个呀，哇塞，还有跑车，你不知道我只开那个叫什么那个，好拽啊！我喜欢。没关系，也有点关系。我喜欢你，真不要脸。